阿姨，我是陈坤。哦，陈坤啊。阿姨，您跟叔叔身体都还好吧？啊，行吧。小娜出去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哦，我托小娜帮我查点资料，她要是没回来，我等她回来再打给她。陈坤是这样，我早就想跟你聊聊了，小娜不让，说怕影响到你，不让我给你打电话。哦，阿姨您说。 是这样啊，年轻人有事业心是好事，可是作为一个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你知道吗？是责任，是担当。你说你跟小娜都约好了一起出国的，你怎么就先走了呢？招呼都不打啊？签证都下来了，你才跟他说，你什么意思呢？你是怕小娜拖你后腿不让你出去吗？阿姨，我不是这样想的。我不管你怎么想，你这样做都是错的。 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给小娜造成多大的压力呀？她现在每天学英语，学到半夜才睡。早上7点不到又得起来上班，这女孩子孝顺美容觉的呀。看她天天这么熬，我们看着不心疼啊。你倒好，你不但不心疼，不体谅，你还让她帮你查资料。哎呦，你不觉得你的行为太自私了吗，陈坤？阿姨，这事儿是我不对，是我考虑问题不周全，让小娜为难了。 陈坤擦资料啊？你怎么知道？刚才来电话我接的。哎呀，真的！哎呦，我早知道打车回来了，省那几块钱还不够长途费呢。哎呦，也就是你，你知道心疼他，他知道心疼你吗？妈，电话里边没少说陈坤吧？可让你逮着机会了。嗯，他做错事了还不让人说吗？言而无信，你说我怎么放心把你交给他？ 妈，我都跟你说了，陈坤家经济条件一般，那公派这么好的机会他不能放弃的。该放弃就得放弃。83年那会儿，我们团出演《白蛇传》，关键时候你爸的腿病犯了，我不是也果断的把演白蛇的机会让给小曾了吗？嗯，后来小曾阿姨一炮而红，成了你们团的当家青衣，您不是把肠子都悔青了吗？白眼狼，他还真是白眼狼。过去老来咱们家蹭饭。 一口一个兰姐的叫得多勤啊！现在倒好，逢年过节连个电话都不打了。你说像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就不能给他机会。就拿陈家来说吧，就那刘梦香，你爸当院长那会儿，真没有少照顾他们家，照顾他们家老陈。可是这个刘梦香，她不知好歹，不依不饶的，总是嫌他们家老陈工资涨得慢，这个那个这个的，哎呦，就是不低头看看他们家是什么级别。 你说像这种不知道感恩的家庭，他们教出来的孩子能替别人着想，能懂得感恩吗？我说妈，你都哪儿来这么多小道消息啊？不是小道消息，是历史，是事实。好，就算刘阿姨真像你说的那样，你也不能老揪着不放啊，退一步海阔天空。行了行了行了，瞧这小嘴，别教育你妈了啊，杏仁妈肯定吃亏了。那我爸说了，吃亏是福。行了。 你爸也快回来了，我给他做饭去。没事，过去试一下，没事吧？没事。 啊！喊什么呀？大惊小怪的，你是不是？哎。
拍枪子似的，是不是？那跟小孩一样。来，下一个。来，轻点，阿姨的。你是葛青？你是葛青吗？哎，葛青，你怎么来了？啊！哎呀，怎么这么疼啊？动什么动？去往托老师要出人命的，我重新扎。哎，葛青，你什么时候进场的？这碗不行，再来一次。为什么？凭什么不行啊？我说不行就不行。你没事吧？是吧？嗯，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人是千万不能得罪的吗？小人，小人的常识。那我问你，什么人万万不能得罪的？你知道吧？就是跟你相过亲，然后又成为你朋友女朋友的女人。乱七八糟的，你们的事儿我也听不懂。哎，不过这葛青啊，针扎的真不怎么样啊。你刚才说他以前干过什么呀？兽医啊？你干什么你？干嘛呢你？我问你，我问你，葛青进入段是你安排的？你行啊你小子啊，本事够大的是吗？我也没办法，我要不给他弄进路段，那我俩就得吹了。问你啊，他不是药剂师吗？怎么当上医生了？你别乱说，人都是学医的，那治个头疼脑热的不都一样吗？哎，乐叔，以后你要有什么头疼脑热，尽管找我们家小葛啊，千万别客气。你得了吧你！你看把师傅吓成什么样了，他还想多回几年呢。哎，晚上打牌啊？打什么牌？不去。干嘛？我有大事。你能有什么大事？不就是回家陪老婆黏糊吗？跟我老婆黏糊现在是我的头等大事。你陪你们家葛青扎进去了。不是我危言耸听啊，就你这成绩啊，你别说前三十的，就连前五十的你都申请不到。不至于吧？真不至于啊！去年我考了603。只有弗吉尼亚和芝大给了 offer， 你还比我低三至六分的。芝大的 offer 你都不要，要我早去了。人家广川啊，有追求。哎，再冲一冲吧，我的目标是630。厉害。哎，啊，过去。大家好，来来来，大家来抽个英文名。这个我叫着方便，你们也练练口语。有这功夫还不多想几道题了。哎，同学，你哪学校？我还没想好报哪儿呢。我问你哪学校毕业的？我职专的。哇哦 ，Tom， 你这太俗了。看我的。各位观众。当当当，当！哎呦，你俩可真行 ，Tom、杰瑞，猫和老鼠呀！哦，这样。哎，你好，你好，厉害，毛老师。嗯，我可不可以不叫这个名字？我有我自己的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叫 Valentino。Sit down, Jerry. Sit down. 杰瑞，你真考了603分呐？不然呢？哇，你很厉害。你好好学，你也可以的。嗯，我会。你好，你好。听说咱俩是一对儿啊？我是汤姆。你好。Wait.
Page 30, number 11。这道题测试的重点是 even 和 even though 的用法。even though 是连词，哪里应该接从句。这道题接的是介词短语，应当用副词 even。十一题，正确答案是 D。OK, next, page 58, number 7。这道题考的是固定搭配 ，make 加宾语加形容词加 to do 是固定短语。句子里的 use 应该是 to use， 所以还是选 D。好，今天就讲到这儿，大家回去自己再看看书，错题一定要再做一遍。Class over。马老师，您稍等，我有问题要问您。我也有。老师，哎，川，知道那烫什么来头吗？什么来头啊？职专生，还是一修马路的。怪不得26英文字母都没认全就过来考托福。我一晚上就看他搁那穷折腾，跟没头苍蝇一样。美国马路拖呗，这不是攒着劲儿过去休息吗？我跟你打赌啊，用不了三节课他就得撤。有道理，你还当大号啊？哎呦，这小子一身的机油味，搞得我肚子很痛。怎么了？锁坏了。那你继续啊。傻怎么了？傻人有傻福，傻猫也一样。怎么了？干嘛臭着一张脸啊？我休息一下。这都你新买的啊？以前的。以前的我怎么没见过啊？我看看。可别看了，可别看了。什么以前的？这标签都还在上面挂着呢。就一条裙子而已啊。李表弟，你是不是最近花了很多钱？没有，没多少。没多少是多少？说了没多少就是没多少嘛。人家结婚都是金银首饰，我就买一点打折的衣服，很便宜的，你还舍不得啊？你忘了你怎么答应我妈的？记账持家。我可没那本事。李招娣啊，你可以啊！哎，给我，谁让你看的？才20多天，你就花了800块，咱们俩工资一个月加起来还没800块呢。这不是第一个月吗？没控制住。那我妈要是突然来查账怎么办？你妈要来？啊，她想一出是一出的，万一她突然袭击呢？不是你找什么？别，不行。为什么不行？这钱是我们准备旅游的经费。旅行？你不是说等你考完托福了之后咱们再去四川吗？哎呀，这不行。嗯，你干什么？你该不会把钱都花了吧？没有。得了，你别找了，那钱我寄给我姐了。你姐？她女儿病了，急着用钱。860块，你不会都借了吧？啊，她不住山里吗？那又没大夫的，她要去昆明，那是什么路费啊、车费啊、医药费啊，这得花很多钱的，所以我就都。
怎么那么大方啊？我是我姐一手带大的，那她有困难，我总不能不管吧？小弟啊，你想，你花800，我花860，那这次咱算扯平了。这个月呢，咱们就紧着点用，下个月咱们精打细算，好不好？把这个存折你收好啊，乖。你这个人主意那么正，你管吧。不是，不是，哎，赵弟，这就剩这点钱，我怎么管啊？吃了？怎么？我几天都没见过荤腥肉，吃八个怎么了？那么小气啊！你这过的什么日子呀你？啊？啊？说你这一天天，真是忙忙叨叨的，还图个什么？白天修路，下班回家给老婆当牛做马，晚上去夜校自取其辱。你知道段里的人背后怎么议论你？怎么说啊？妻管严，没出息。那又不是我说呢。哎，陈野，这媳妇儿啊，该管就得管，你得有个一家之主的样子呀。哎，大梅，你说这话，这底气从何而来啊？你们家开明，他能管你？他敢啊！行了行了，别说了。嘴长在人家身上，人家想说什么说什么，管不着。我娶老婆。就是放在家里看的，我就是让别人看看我陈野老婆有多漂亮。我不要她做家务，不要她手变粗，也不要她一头的油烟味儿，我就要她每天漂漂亮亮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像个花瓶一样。哎，就漂亮就好，让人家就看到。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说我妻管严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我有个漂亮老婆，谁都比不了。哎。来啊！来！老板，你这胡萝卜怎么卖啊？3.8分。你们卖贵了，便宜点。让你2分吧。3.2。大哥，真卖不了。卖不了，你卖不了，我去别人家了。朋友，你去打听打听啊，整个菜市场我这是最新鲜的呀。这样你也不要讲了，给你3.5分，不能再低了啊。做生意不诚信，那我去别家了。怎么不诚信？那么你去看看吧。哎，大爷，你要点什么？哎，来，老板，哎，3.5就3.5，3.5，你给我称点。来，称一下。我就对了，2斤多，算你2斤吧，给7角钱吧。7角？啊，五六七。好嘞。来。大白菜2角1分。豆2角8分，萝卜切。萝卜买贵了。哎，买贵了。前天吃排骨，大前天吃肉块，前天吃肉丝儿，昨天吃肉丁儿，
今天咱们吃的是肉末，明天你会把肉切得再小一点吗？明天我就不用再费劲了，咱们连肉末都吃不上了。不至于吧？骗你干嘛？就存折上那点钱，咱们下个月发工资之前，基本就和肉非顾的白了。哦，我不要。你别把这事儿全都赖在我头上好不好？我穿漂亮的衣服，不是为了让你觉得赏心悦目吗？你去公园看孔雀开屏还能买门票呢，欣赏美是要付出代价的。嗯，我更愿意欣赏红烧肉。快去把桌子收了，我一会儿还要上课。饿成这样，慢点吃啊！太好吃了，嗯，爸，嗯，你看我眼睛是不是红了？沙眼还是红眼睛啊？什么沙眼啊？我最近天天吃素，我都快变成兔子了。活该，谁让你不会过日子？爸。嗯，可是你就贴补我一点呗，下个月我一定要省吃俭用的，好不好？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你整天看见我饿死吗？你刚刚出嫁一个月，就回娘家要补贴，那以后日子长着呢，我得补贴到你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你呀，我忍忍吧。对不起，我迟到了。没关系，你赶快去坐吧。要不怎么说呢，还是我爸熬的粥最好喝了。嘿，又软又香。少来这一套，哎，现在知道娘家好了，当初也不知道是谁，哎呀，心急火燎的要嫁，一天都待不住。爸，哼，想什么呢？爸，我觉得你挺伟大的。你看，从前是你一个人管我们三张嘴，从月初到月末，咱们家餐桌上鸡鸭鱼肉水果样样不缺的。我和莱蒂，啊，有漂亮的衣服穿，有好吃的零食，还可以从你那儿拿零花钱。我就觉得我的爸爸像一个百宝箱一样，里面有取之不尽的钱。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些钱都是你省吃俭用攒下来的。这过日子啊，也是一门学问。你呀，好好学着点。学，可是我就怕我还没等学会，我就饿死了。你就给我忍忍吧，也得让程野啊长点教训，知道日子不好过。你要是饿了，回家，爸给你做好吃的。嗯，还是爸好。哎呀，你饿了呢，还能回娘家。这程也饿了，总不见得也回他父母那边吃吧。这孩子啊，除了没什么大出息，心眼还不错。哎，你可别老欺负人家。
我欺负他，我对他好着呢。爸，这个狮子头我带回去给陈毅。职专怎么了？修路的怎么了？不就上个大学吗？凭什么看不起人？哎呦，轻点轻点。我给你松一点啊。啊，不要，就这样，刚好。我头悬梁锥刺股，我一定要学出个样子给他们看看。哼，哎，老婆弄完没？弄完给我泡杯咖啡去。啊。你今天晚上真的不睡了？不睡了，我笨鸟先飞，我每天晚上飞个大半夜，我就不信我飞不到美国去。你怎么样我都支持你啊。我去给你冲咖啡。Summer is the season softball. Winter is one.Summer is the season for softball, concerts, and Shakespeare. Fall is turning. Winter is one for sledding and skiing. 陈岩，陈岩，你刚才说英文了？啊？你刚才说了一长串英文。我说英文了？就是你每天听那个口语磁带里面说的那个，一模一样。啊？嗯。你再说一遍。我说什么呀？我就是这上面的，你再说一遍。Summer is the season for softball, concerts, and Shakespeare.Four is stunning. So let's talk about what happened to a certain type of insect, a moth, a red and black moth that lives in Europe. These moths eat a plant called ragwort, and they live in fields where the ragwort plants grow.Now, there was a group of moths that lived in one of those fields, and for many years, there was a lot of ragwort growing there. So the moths had plenty to eat,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moths in the field stayed pretty much the same. But then one year, it rained a lot less than usual, and the ragwort didn't grow as well. 各位同学，我们暂停一下。啊，今天来了一个新同学，我们请新同学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苏娜，很高兴跟大家一块儿学习。欢迎。欢迎你，苏同学。有人吗？你都没写。咱们先来对前二十题的答案自己估个分。第一题 B， 第二题 C， 第三题 D， 第四题 A。
好了，你进屋睡吧啊，反正你在哪儿都是睡。起来了，好，睡觉去吧。哎，我先刷牙。嗯，带回去。陈野，这笔记是谁的？哦，这个是同学的。男同学，女同学？男的，男同学。字如其人，男同学写字会这么秀气吗？下课了。没听吧？来，笔记借你，下次再还我啊。谢谢啊。走啦。真是男的，一娘娘腔。陈野，人家的笔记本要不要寄给你嘛？睡觉，嗯，还不看笔记，走。哦，睡觉，好，乖，好。这个周末啊，大家牺牲一下半天的休息时间，我们举行一场模拟考试，主要是让大家对考试时间有个把握，实战演习一下，希望大家都按时参加。好，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了。谢老师。哎，各位同学等一下，耽误你们一分钟的时间哦，我这里有一个新出的托福阅读最高分指南，这个里面收录的习题呢广难度适中，出版商给我们最优惠的价钱是15.8元，这个绝对没有赚你们的钱，绝对没有拿回扣，所以呢如果想要买的同学欢迎你们来老师这边买一本带回家去，好好的就是争取你们最高分。好，现在下课了。 Class dismissed。 你买吗陈野？我不买，这种书我家很多的，我怕买了不错到时候浪费。我先走了，苏娜再见。哎，汤姆，哎，问点事儿啊，你之前跟那苏同学是不是认识？啊，他是师大毕业的，是不是啊？关你什么事？呀，你跟我讲讲嘛，啊，咱俩还汤姆杰瑞嘛？谁跟你猫和老鼠啊？不是，怎么说咱俩是同桌啊？对吧？咱俩是同桌吧？别记仇啊！哎，我看他独来独往的，是不是没有男朋友？啊？怎么，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我跟你说，就算他没男朋友，他也看不上你。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你呢？啊？我是癞蛤蟆，你连癞蛤蟆都不如。哎呦喂，给脸还不要脸啊！长脾气了，就不应该给你看看，我就不应该让你给你解答问题，我就不应该给你所有文化上的辅导。陈野，我骑那么快干嘛？我怎么都追不上你。车是。我看看，好像车没气了吧？啊！我都没发现。哎，你家不是在西边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来找你啊？找我啊？几本书买重了，买了才发现家里原来有一本，又不能还给毛老师，给你了。这怎么好意思啊？要不我回头给你钱？哎呦，不用，就当你帮我把题再做一遍吧。拿着。嘿嘿，谢谢啊。客气什么？哎，最近怎么不来家里玩啊？我妈还老念叨你。嗯，多说多错，我还少去为好，免得那个陈冠丹气。没那么严重，我妈挺喜欢你的，私下里还跟我说呢，说陈坤那小子呆头呆脑的，啊不，这呆头呆脑我说的，他的原话呢就是说陈坤性格内敛，他怎么有勇气开口追你？是我追的陈坤啊，当初要不是我自报家门，他都忘了我是谁了。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总得有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吧，等他开口啊，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我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他就是呆头呆脑的。哎，对了，我想起来了，那边有一个弄堂，里面有个修车摊，要不我带你去打打气吧？好好好，好吧。走。哎，你最近跟陈坤联系多吗？嗯，一个礼拜打一次电话吧。一次啊？你们都还顺畅吗？香港真好啊，我都不想走了。你那房子也太破了，楼上走两步那灯都快掉下来了。要是真有了，我可不舍得让我儿子住那么破的地方。别着急，贾哥不是都说了吗，给我一部门管，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的存折就有变化了。真的？刘强的儿子我能让他吃亏啊？我向你保证，只要孩子一出生，一定住上大房子，家具呀、家电呀，全都换新的。小汽车24小时在楼下等着我儿子，让我儿子一步都不走。他刚生下来，你让他给你走一个？你保证？你说话算话啊？隔壁房间给咱作证啊？是不是大哥？哎，大姑，我要是你打一架，跟你说正经的，贾哥给这机会不容易，要好好珍惜，放聪明点啊。行了，你说你这么精的人都被我骗了，那我还不聪明啊？哎，你知道吗？我跟贾哥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嗯，两句话。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你说。咱俩要是要有小孩的话，是不是得耕耘一下？云姐啊，嗯，你跟程野这个月的工资都发了吧？发了呀，在我包里呢，我下午就去给钱了。哎，这就对了。哎，这个月不能再买衣服了，过日子。不能花的一分钱都不是啊！遵命，父亲带着。哎，你看看哪个漂亮？好，那就是她了。爸，昨天晚上陈野说梦话被我给听到了，在梦里边还点菜呢，说给我来一个扣三丝儿、草头圈子、猪头肉，外加点瓶啤酒。我愣是没叫醒他，我想那就让他在梦里。把菜吃完吧。你当心，每天梦里他要是饿了，把你胳膊当琵琶给啃了。有可能啊。哎呦呦呦呦呦！宝宝回来了。